我们这个阶段，我们最后再介绍一首曲子，第五首。그런데막에나도이쪽을한번해서그시간을한번또준비해내주자고생각합니다에그래와뭐나니까연격도있는것같이반도를넘는그런한것같아요그리고또또이제또그냥그리고또해서各音乐和将近六本三金三三会啊，这叫完全为了首装说究竟来配一配。好，掌声鼓励。这个阶段的最后一首曲子，叫做《寂寞不可取与争取》。专心的用餐，好，那待会呢，我们还有第二阶段的九州的演出，而且。
且呢，我们还会有舞蹈的表演跟预办时间哈。好，那就现在就是大家继续的来用餐。